眼，你看到的不是一棵大树下有很多礼物，因为今天不是所谓的圣诞节。一闭上眼，你想的不再是永远无敌的机器人战士，因为一切都是所谓的故事。我都忘了小时候那段时间叫童年，也忘了挂一个袜子在右边的柔美。我都忘了小时候下的蛋叫宝剑，你只拿着它拯救全世界。我都忘了小时候那段时间叫欢迎收看尼亚斯的游戏实况，我是尼亚斯。今天我们要实况的是《新暗黑帝城之光》，Yes。好，那我看一下，哎，等一下，等一下，哦，他在跑，先让他跑一下。等一下，我在这边先看一下我的个人的实况排程表。我记得《新暗黑之光》好像已经大概实况了快满一个月了吧？有吗？应该有吧。然后这不知道是第几集，我顺便看一下这是第几集啊、哦，自己录到第几集都忘记了，不好意思，我弄太多系列了啦，所以有时候一次太多系列，我也不知道我录到第几集。啊，有了，如果这一集算下来的话，应该是第八集。所以说，我觉得其实那个《新暗黑帝城之光》就先暂时在这一集做个句点，就是完结。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啊，是大家可以统整一下这几集啊。诶，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为什么它这边会亮着？大家可以统整一下这几集啊。诶，我是没有抽到东西吗？大家可以统整一下这几集，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打副本的部分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后面的东西就没什么好讲，就不用去再把它特意录出来了。毕竟后面的东西其实就是练等打怪，其实也不会有什么，这边终于可以跳上去了，也不会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或是需要介绍的地方啊。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先到这里结束啦，没有啦，我们去解一下任务。J我们先去悠哉悠哉塔好了。领取奖励，中秋的奖励还没领取结束哦。中秋节不是过了吗？我们先去拿一下那个每日任务，我记得在这里看板有一个看板啊，在这里，在这里。悠哉悠哉，这个对吧 ？OK。先去悠哉悠哉塔，累个累个。等一下，我看一下时光软体有没有问题。嗯，没问题。OK， 正常。然后上一集我们是不是就是拿到了帽子、头盔的装备，对不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哎呦，我的装备在哪里啊？背包。不对，讯息有了。我原本是长这样，我觉得这样反而比较帅一点。虽然说我还是很讨厌那个把我的脸围起来，这样比较可爱。把它全部脱光，比较好，不要乱来。防御力123。啊，我等一下不完这个任务，我去练其他的职业看看好了。好不好？这样就可以介绍多一点东西了。先把这悠哉悠哉塔破完。第三层进入，该不会要用那个火焰的喷射器吧？我超不喜欢的。避开陷阱。
我超不喜欢那个火焰发射器的。哎，先取得它，然后嘞，哦，什么？啊？哎，这种东西？哦哦哦哦，我要，哦，我要躲开。哎，这感觉就像小游戏一样嘛。这感觉好像小游戏哦，而且我不能攻击耶，我不能攻击，我没有攻击键哎。哎，等一下，这什么东西？哦，移动加速是吗？会，啊哈，会，喂喂喂喂，哇，那什么东西？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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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惊险哦！哦，哎，这是给鬼玩的吧？哦啊，受伤了受伤了。不过他扣血没有扣很多啦，其实，所以还好。我又有大范围的技能了，好乱哦！天哪！啊，我是要把那个能量吃到它没有为止。像上面有一个已经坏掉了，右上角那个有没有看到？哎，它还没坏哦，吃一下。哎，速度有变快了。喂，对啊，这样对吗？喂。你这样对吗？哎呦哎呦，撞到了！哎呀，这什么东西啊？我可以吃它吗？哎，不对，它是攻击的。哦哦，好多好多！天哪、啊！哎啊！不要这样嘛！哎，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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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不要动刀动枪的。哎呦哎呦，有点快摸习惯他的招式了啊、哦！连中三枪哎，到底成功了没啊？要忍多久啊？哎，现在到底要忍多久啊？哎，赢了吗？这么快？太快了吧！我想说还要很久哎、欸，还有东西吗？没有，我能攻击吗？不行。噔噔噔，好啦，我们来练别的角色看看吧。按 ESC， 然后选择其他角色是。我另外一个想练的职业是那个另外一个重炮手，对，重炮手感觉很酷，或是战士，我不想要狂战士啊，因为狂战士我觉得挥大刀好像有点笨重。我们先练重炮手好了，比较接近啊。先我们看重炮手，男生，头发，这什么东西啊、哦？这眼睛啊，眼睛一样蓝色，肤色黄色，头发黑色吗？黑色感觉也蛮酷的，那就这样吧。然后这个是重炮手的衣服吗？不是跟弓箭手差不多吗？确认啊、哦，完成。名字哦，我想一下哦。名字尼亚达好啦，尼亚达，尼亚达 ，OK， 好了，好可爱哦，尼亚达。好，新手教程这边我们就快速略过啦。这个 ESC 直接跳掉，因为我们前面看过了。如果你想看的话，可以从我那个《新暗黑帝城之光》的 EP1 开始看起啦，是吧？我们就等一下吧，然后，哎，这个还没有调过，哎，他现在不让我那个换我的按键，这个就直接跳过吧。移动角色 ，C 是基本攻击 ，X 是冲锋陷阵，冲锋移动，太久没有用原本按键玩了。这个重炮手感觉
但我看他好像不能连射哎、欸，对他一般攻击不能连射，他没有速度比较慢。等一下看一下啊，看一下他的技能。哦，等于有点类似大炮，而且会烧哎、欸。哎、欸，有持续伤害耶、欸，感觉蛮好上手的嘛。而且攻击力好大哦！哎呦哎呦！你是谁？有了，救出受伤的守卫队勇士，来吧，耶！烧死你们！漏网之鱼，跳过。哎，这边怎么没有音乐啊？我看一下系统，哎、欸，真的没有哎、欸，他自己没有播放，算了，算了，不管他。宝箱拿一下，哦，拿到一个新武器，装备一下。这新武器有差吗？感觉差不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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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死了！我觉得担任重炮手可能会比较没有那种连续技的感觉啦，打击感不会那么高，但是他的攻击力是还蛮高的感觉。哎呦呦，哎，干嘛？不小心撞到你了，喂、哦，走开！往下吗？哦 ，boss 吗？哎、欸，慢慢烧，慢慢烧，哦不！哎、哦欸，全死了，好快啊！哎、欸，我前面怎么跳了一只怪出来？耶，死光！哎、欸，还有啊！接下来我，哎、欸，我要往上啊，不对，上面封住了。嗨，你们好，偷捡宝箱，喂，走开！感觉这个真的很笨重，这个重炮手他的速度有点慢，连续的也有点，就是连他没有连射啦，所以我不太习惯。打 boss 了吗？还没。哎、欸，发射错了，发射错地方了，死了没？死了，啊、还有啊，啊死了，啊不过他这个炮弹好像有范围性啊，感觉算是不错。然后这边完全没有音乐，就感觉有点闷。讲话 ，OK， 跳跳跳跳跳跳跳过，回收水晶，等待。ESC 啊，不能跳过。好，新手任务就这样玩完了。我觉得、啊、重炮手，我想要讲一下我的心得，就是它速度慢归慢啊，但是还有加上它连射速度也很慢，但是它的那个子弹的有范围性，就比如说它发射过去大概有几格的距离都会受到的怪物都会受到伤害，所以它其实用范围跟持续伤害就弥补了它动作慢的部分啊，还有连射的部分。对，但是我比较习惯用就是行动力比较快速比较敏捷的那种角色，不是角色啊，职业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练练看战士、剑士好了，再创一个角色。让我看一下有没有牧师、战牧。哎，这好像是新职业。但我记得好像这是新职业哦，最近出的战牧。哦，
不过我不太喜欢这个装备，法师、巫术师，暂时好了。等一下我看一下哦，小圆盾还是暂时好了。男生头发我们可以换一个头发了。啊，对齁，我刚刚那个头发没有用我之前爱用的那个头发，这个吧，黑色、绿色，哦，白色，我最喜欢这个颜色了，好赞，好，就这个颜色，眼睛深蓝色，换一个好了，这个好了，诶，不要，这个，不要，太凶了，不行，这个好了，好，就这样决定了。然后其他应该就不用变了 ，OK。这次取英文名字好了。哦，这次的初始的衣服感觉有点日式啊，真的有点日式。日式。哎，为什么跳出这个东西来？这边是又不播放 BGM 了呢，感觉很像是哦。喂，你们的那个伴奏师是在偷懒吗？都不播放 BGM 了，哎，好酷哦，还会有那个影子在，哎，好酷哦，早知道我就来练剑士了。我看一下他的技能有什么。哇，好强哦，好酷哦！等一下，纯近战的职业就是战。哇，好赞哦！哎呦哎呦，真赞！走开。不过相对他近战的部分，就很容易被怪物攻击到啦。所以如果你打人不够痛的话，很容易自己就被杀死了。我直接冲过去给他们用技能好了。一次全死，你怎么死了？我看一下，这个技能是勇气呐喊，给予周围的敌人造成伤害，并在两分钟内提升自己的防御力。OK， 讲话。这个就不用把新手全部完结啦，就是玩到后面，就是打个几个小精英怪之后，就直接结束好了。这个剑感觉比较帅，这个就像麦块的铁剑，然后这个就像麦块的石剑，大家有没有共鸣？石剑就这个颜色，有没有灰色的？然后铁剑就是比较银色的、白色的，会亮晶晶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吧。还不能使用。不过我觉得近战我有点玩不太习惯，就是说它好像会有所谓的刀子砍的范围啦，是吧？我如果这样好 OP 哦，等一下。我等一下前进都这样子砍好了。我一直按连按 C。嗨，你好，不对，反方向。嗨，你们好，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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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砍就赢了。我完全没有按上下左右哦，我就只按 C 而已啊。你看，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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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偶尔会有落网之鱼啊，像这两只。还蛮酷的嘛，这个职业蛮有趣的。拿一下箱子，鞋子不穿了啦。反正现在我怪那么烂，不容易死。这边有怪死掉啊。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就这个是另外一个基因怪。
冲动冲动冲动，哇哇，换我了换我了，死了耶、yeah! 欸我怎么看不到你啊，开始了。冲啊冲啊冲啊，哦到了 ,OK, 好，拜拜。拜拜，离开副本。Yes,、哦、我这边是直接离开副本的、啊、就是可以回到城镇中这样。为什么上面有一个勾？啊、哦，终于有 BGM 了，终于有 BGM 了，感动，终于有 BGM 了，完成奖励哦，右下角那个不管它了、啊，我终于有 BGM 了。哎，而且我觉得这个战士为什么走路他有点歪歪的感觉？如果大家看哦，有没有真的有点歪歪的，比弓箭手还歪、欸，对吧、啊？虽然说感觉有点像冲刺的感觉啦。大只的关公，来看一下，查看角色讯息。哇、哦，哇、哦，这花了有花点数对吧？没关系，我不花点数就这么帅了。我不花点数就这么帅了，帅爆了！你看有够帅的，头发是白色的，哇，酷！好啦，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啦，对吧？就是我介绍了另外两个职业，那至于牧师、战牧还有法师、巫术师的部分我就不介绍，因为我本身对那两种职业并没有那个，等一下，为什么并没有兴趣啦？等一下我看一下哦，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不能跳、欸，剑士是不能跳跃的吗？跳跃是哦，左 shift 啦，哦，切，我还没有改。OK 啦，好啦，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啦。然后《心肝黑帝城之光》的系列也差不多到这里啦，因为后面就是差不多的东西啦。差不多的东西就不要一直反复录，有时候也会腻嘛，对吧？而且最近呢、啊，我来谈论一些事情，就是关于我去白龙的频道，因为。大家少部分的白龙观众，如果有在关注白龙的粉丝团，你们就会知道白龙就是九月的时候，他有说他要工作一个月，可能无法拍片嘛。然后我就最近他刚回来，就是刚比较有空一点点点，然后有回我一些讯息，然后我就有再稍微去看一下他的频道，因为他去工作都没有新增影片嘛，然后我就稍微最近去看一下他的频道。然后我从他的最新的两三部影片以及他的频道的讨论的那个地方，我都看到啊一堆，大家可以去看，一堆留言都有一个共同点，一定有这四个英文单字 RUST 怎么念 Rust。 我从他的影片的下方的留言啊，还有他的讨论的地方，几乎每一部影片一定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留言是提及 Rust， 那这些提及 Rust 的人是讲什么呢？我来举例一下，白龙，你怎么不拍 Rust？ 白龙 ，Rust 还有没有拍吗？白龙，你不拍 Rust， 我就取消订阅你。白龙，拜托拍 Rust。白龙 ，Rust 呢？白龙，你可不可以把你该拍的拍完啊？这句是暗指 Rust 啦，应该是啦。然后不然就是，白龙，我比较喜欢 Rust。白龙 Rust 比较好看，这句的话的意思，比如说白龙他在录麦块，然后就有人，譬如啦，这不是真实的，但是刚刚那句是有人这样讲，我忘记是哪一部影片了。譬如那部影片是麦块影片，然后就有人在底下说白龙 Rust 比较好看。但是我真的要讲啊，一个实况组，他要拍什么东西是他自己的决定。白龙也有私底下跟我说他很喜欢 Rust， 但是他不喜欢这样子被催片，对，但是他没有回你们，是想我是不知道他可能是无视，或是说他觉得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啊，对，所以说请大家如果有一些观众是我跟白龙共同的观众的话，就是稍微体谅他一下，如果你遇到白龙没有拍片或是没有拍你想要看的影片的话，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粉丝页，或是说你可以这样想，
就是每一部影片都有一些观众想要看。你如果只是拍永久拍同样一个游戏的话，那另外一个游戏的影片的观众就会开始讲说，哎，这个游戏呢，为什么今天 Rust 的观众比较多？是因为 Rust 可能比较好看。那可是重点是白龙，我看白龙的 Rust 影片大概七八九十部了吧，他的这个 Rust 的系列比我任何一个麦块的系列的影片还要多，欸，你们说我拍上古纪元拍了几集？50-60集吧，对不对？啊，其他系列呢？有超过100集吗？有超过70-80集吗？没有嘛。白龙的那个 Rust 系列光就分了大概2-3季吧，2-3季总共多少影片？60-70部影片啊，60-70部啊，哇！一个游戏可以玩那么久，我很佩服啊。对啊，他都还没有腻，但是请大家不要一直催他，他一定会去玩，他有时间就会拍，但是总不可能一直玩他吧，对不对？那你就想好了，比如说你很喜欢吃麦当劳，但是你会一天到晚三餐都吃麦当劳吧？我相信有一些不经思考的小学生说会，但是你们可以去试试看，你可以试试看一个礼拜哦，每天三餐都吃麦当劳，都吃同样一个套餐，不准换饮料，不准把薯条换成沙拉，不准把主餐换成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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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同样一个套餐，每天吃同样的东西，同一家麦当劳，我看你会不会腻，对不对？不可能，你叫一个人一直狂拍同一个东西吧？还是有别的游戏，有别的观众要看别的游戏嘛，对不对？所以说，你想问 Rust 什么时候拍？这个我们可以了解，但是，这边我稍微回答一下 ，Rust 什么时候拍，都会拍，但是不确定，因为白龙他有自己的就是排程的，他没有像我一样排那个排程表啊，但是他有时间就会拍，所以说当他没有拍，就是代表说他没有时间吧。那再来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人会说白龙，拜托你拍 Rust， 这个我也可以理解，这个是还好。那我最无法忍受看到的就是白龙你不拍 Rust， 我就取消订阅。今天你是在白龙的频道，白龙比较和善，比较成熟，比较稳重，比较和善。但是相信我的观众都了解，如果有人敢在我的频道讲这种话，我直接跟他讲不送，滚蛋之类的，或是我直接送他一张就是无法在我频道任何影片留言的那个，就是有点类似 ban 掉的意思，但是你还是可以看我频道，我就让你嘴巴闭上，然后还是可以看我的影片这样。那白龙我只有偶尔才会看他说，对于那些说取消订阅的人说不送谢谢，偶尔啦。所以我觉得他的无视的技能点的比我高，我这个真的要好好跟他学习，但是太困难了。所以我在这边宣导一下，就是不是每个游戏每就是应该说，你喜欢这个游戏，比如说你喜欢看《新暗黑帝城之光》，但是也有其他人不喜欢看《新暗黑帝城之光》啊。所以说，我们实况组会尽可能的，就是去每一个系列都给它平均的拍到，但是不可能完全平均啊。就比如说今天，《新暗黑帝城之光》更新了，它有更新什么新模式那现在趁机去玩一下，就是反正刚更新嘛，去玩一下，感觉比较跟得上流行之类的感觉，或是说今天啊，新暗黑帝城之光维修了啊，没办法拍了，那拍麦块好了，对吧？有时候会因为这种种种原因，我们没办法拍比较多的麦块，或拍比较多的 Rust， 所以请大家体谅。搞不好我是没有玩过 Rust 啦，那白龙的 Rust 我也看不到半集啊，因为其实我本身有稍微看过相关 Rust 的游戏介绍，但是本身是比较没有说很感兴趣，但我知道它有点类似麦块的那种沙盒，就是有点类似沙盒游戏嘛，生存的。可是基本上没有怪物的话就还好，没什么兴趣。我记得里面是有熊啦，或是动物啦，对吧？就是我比较没有那么感兴趣，所以不太了解。所以我猜测，也有可能 Rust 白龙的那个伺服器关闭啊，所以他没办法拍啊，对不对？也有可能，可能白龙要交作业啊，学校作业比较繁忙啊，没办法拍啊，对不对？就像刚刚讲的种种情况，你不可能随时都知道白龙怎么了，然后那个就是对啊，
啊，白龙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跟大家说他怎么了，他发生什么事了，然后他因为什么事不能拍片之类的，对不对？所以请体谅一下，你不喜欢可以不要订阅，也不用留言跟我们实况主讲，你要订阅你直接按个取消，我们没有怨言，对，因为你取消订阅我们也不会强迫你再来订阅，那如果你要用订阅威胁我们拍影片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懂了吗？好，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个喜欢式订阅。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到赤联军团的粉丝按个赞，或是看一下其他团员的有趣实况。那我是尼亚斯，记得来尼亚斯的粉丝按个赞，或是看一下我的实况排程表，你就会知道我什么时候上传什么实况。那至于什么时候拍片，就是什么时候录制影片，像现在我在录制影片嘛，什么时候录制影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个人网站。个人网站就是个人实况排程表的那个网站，你找到观众常见问题，或是说你可以到我频道的简介。什么是频道的简介？就是你在看我影片的同时，你可以往下滑鼠滚轮往下看，你会看到我的名字嘛，对不对？然后有我的大头贴，然后你点它一下，你就会进入我频道的首页。那在首页的这部分，你可以在中间稍微中间一点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有好几个选项，有首页、影片播放清单、讨论、简介，然后我说的那个简介就是那个简介，对。然后你点进去，你就会找到那个个人网站的网址，或是退群的网址之类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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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或是个人网站的观众常见问题。好啦，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一集的实况再见咯，大家拜拜。小男孩他想成为有实力的创作歌手，但是他失败，渐渐的快放弃。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友情不在，他完全的被当怪胎，但是他知道孤单的最独特。我都忘记了追梦的那种感觉，努力去做永远不对，可是我知道我绝对没白费。我都忘记好朋友的那种感觉，努力表演永远不学，我只是想要一个人的安慰，流着泪。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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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想成为有实力的创作歌手，但是他失败，渐渐的快放弃。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友情不在，他完全的被当怪胎，但是他知道孤单的最独特。我都忘记爱音乐的那种感觉，也失去了完美机会，可是我知道我绝对没白费。我都忘记好朋友的那种感觉，努力表演永远不学，我只是想要一个人的安慰，流着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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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